是不是因为英昂失败到林安娜新婚之夜，你在郁准？我知我的心思，我袂过恁。阿姆，其实我是要来跟你讲，我甲志涵已经替你想到办法，甲是林安娜。妈，我会当保证爸爸小等下一定乖乖等下你的身躯边，绝对袂甲林安娜过洞房花烛夜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你小等下知啊。永春的也没来我家，没那么可怜。蜜花姐，你来从什么？蜜花姐，实在真歹势呢。啊，下暗是我和永春的洞房花烛夜，我是特别来这给你关心一下啦。我想讲，看你一个人困，唔知感觉无聊，感觉寂寞不？林安娜，你要爱的你已经得到啊！即马请你将我要爱的还给我，就是礼貌甲尊重。蜜花姐啊，我因为有礼貌，所以我唔才来这关心你一下啊。我嘛是因为尊重你，唔才来这甲你拍一下招呼。下暗，咱的翁都要困伫我遐哦。林安娜，我这间房间即马无欢迎你，请你马上出去。阿美华，好听话你无喜欢听，那你即马敢那剩歹听话尔？我是特别来甲你警告的，今日是我和冰春的大好日子，那是你感觉无聊、感觉寂寞，那呢你只好甲你坐伫遮怨叹啦。你千万袂用来搅扰阮，有听到无？林安娜，这间厝我住的比较久，伫个名分上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姐。我应该做什么代志？我家己有分寸，无需要你来教示。门伫遐，马上出去。那是什么代志是吧？嗯。啊，拄则食饭的时阵，我对三妈无礼貌，嘛甲你应嘴应舌。我是想要来给你回信的啦，阿妈，歹势。子涵啊，你伫阿妈心目中永远嘛是囡仔，囡仔人做唔对代志，知影讲悔改吼，阿妈袂甲你计较啦。啊是讲，人安娜头一工入门，啊，大家拢是一家人啊。我希望讲，你们以后当和平相处，哦，啊，你应该嘛听我讲实的才对。阿妈，我知你真疼我。以后我会较捌代志的，袂甲三妈吵吵闹闹。你大爷安尼想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啦。阿妈，拄则我甲志涵在研究一挂孕妇需要的补品，想要买来向阿姨回食嘞。煞无意中发现，原来孕妇伫咧有生的前三个月，无适合甲家己的翁婿共房，因为安尼真有可能影响着胎儿的健康嘞。要不今天晚上是阿伯跟阿姨的新婚之夜，所以我想讲这代志应该先我阿妈了解一下。这点吼，我当然嘛了解。还是讲，安娜今日头一天入门，啊，晚上都跟冰村明个同房，这点讲起来吼，实在讲较袂过啦。阿妈，袂用的啦，你可能唔知影。在这个时期，孕妇对细菌的抵抗力较低，假使讲若无小心去感染到，是有七成的可能会流产的。阿妈，为着三妈跟我未来小弟的健康设想，咱应该爱让伊避免跟爸爸共床啊。嗯，听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。阿妈，阿伯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囡仔，我相信应该会当体谅这种的情形，而且阿姨伊即马都有心。伊即马无论做甚物代志，头一个要考虑的，就是拜托咱的囡仔。所以，就算讲即马袂当共房，我相信阿姨应该嘛袂有意见。对哦，啊，即要做翁仔某，一世人孤孤单单的，啊，有共房无共房，即马无上重要。哦，啊对啦，安尼哦，咱即马来去找冰村，较济安啦。哦。永春，你敢知影？
我今日实在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总算有揽着你困伫个阮家，以后揽你困，嘛无人会讲闲话啊。安娜，既然你即摆已经证实是我的细姨啊，而且你的巴肚内阁有我的囡仔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。我嘛希望讲，你能全心全意来服侍我。当然啦，冰春，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我感觉你愈来愈有魅力，我嘛愈来愈爱你啊。即摆你愿意好好啊对待我。我感觉我家己愈来愈幸福啊！安娜，今仔日是咱的洞房花烛夜，咱应该好好珍惜。当然啊，冰春啊，卡姐，卡姐，爸，三妈，阿伯，阿姨，三妈。你嘛知我较囡仔性，因暗食饭的时阵，若是有得势力的所在，我直接甲你回信嘞。你千万唔通甲我计较呢。志涵，啊，即马咱拢是一家伙啊，你阁愿意开嘴叫我一声三妈，我当然嘛甲你当作是我甲你查某囝共款看待，我袂甲你计较的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志涵，你肯安尼做，就表示讲你已经真捌代志啊，爸爸真欢喜。卡匠，这么晚，你哪也唔去休困？我是专工来叫你讲，婴儿唔通甲安娜共房。这是为虾米？三妈，医学报道讲，有性侵三个月查某人，上好是卖甲红西共房，啊，若无会去影响着胎儿的健康，甚至造成流产呢。志涵，我想应该无遐尼啊严重啦。我看是你伤过关心我。所以伤过紧张去啊！阿姨，伊阿婆都有讲过，你若伫这时阵甲你阿公婿同房，若是无注意细菌感染，真有可能会造成流产，或者是让你的胎儿得着传染病。文婷，我是囡仔的妈妈，我当然嘛注意着囡仔的健康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安娜，我是为着你甲你婆婆来的囡仔设想。等肺炎性若过去，我就袂再阻止你。而且你应该买去安慰美华。可是安娜今日入门，对影响也真大。卡强，原来你志涵还佫有文婷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就是要叫冰春去陪美华姐嘛。要唔过今日是我和冰春的洞房花烛夜，你安尼做，敢袂感觉伤过分呢？安娜，我是绝对无这个意思。你千万唔通误会呢，卡强，我当然嘛知影你无这个意思，也毋过志涵和文婷为着要保护因妈妈，在你的面头前使弄，那恁应该是有要破坏我和冰村的洞房花烛夜的意思啊。三妈，我甲文婷所讲的，拢是为医学杂志内底所看到的，嘛拢是好意啊，你是千万唔通误会阮的。干嘛呢？我看应该无遐尼啊简单啦。阿妈，我甲文婷的好意，三妈不但唔接受，佫甲阮误会，你来替我主持公道啦。安娜，我就是讲文婷甲志言所讲嘛是有道理呀。为着顾着到你甲不多来的囡仔，我就是讲，因阿妈是要冰村去美华遐，啊，有心三个月了后，伊也佫倒转来陪你，我相信无人会反对。卡强，点起来，这是我决定，你怎样跟我出来？是。王美华，你竟然派你的查某囝来对付我，你实在有够卑鄙！冰村，妈，我无骗你吼。美华，冰村是特别过来安慰你。老翁老母啊吼，心内有啥无爽快，大家好好讲吼，
话茫放心啦，酒甲啉伤济啦，啊！我知影啦，卡姐。无代志，阮先出去啊。丽华，今日予你真受委屈啊！不要紧啦，我已经看甲真开啊。丽华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会记在心肝内。这话对我来讲已经拢无意义啊！我无想要听，嘛请你莫阁讲啊。丽华，不管你即马是毋是有想要听，我要阁甲你讲一句，多谢。多谢你对我的包容，多谢你对我的体谅。多谢不是用讲的，是爱用做的。你若真是有心，就请你用行动来表示。美华，我的心意你一定会看得到啦。即马时间无早，咱较早休困好不好？啊？你家己先去休困啊，我阁想要想一挂代志。你在创啥？我心情不好，想要饮酒。之前我无了解恁这种豪门世家的生活，我抓住恁这有钱人，住伫遐尼大、遐尼水的别墅内面，大门关起来，住伫内面的人，每一天拢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要么最近我常来恁厝的，我才知影。原来恁每一天所过的日子，甲外人所想的差真济。其实阮家的情形，无你所讲遮尼歹啦。自从大妈甲爸离婚了后，若毋是过来一只遮尼大只的狐狸精，我就敢向阿妈保证，要做到家和万事兴，一点仔都无困难。啊，不过，起码讲这拢无效啊。阮哥讲，阿妈甲爸是因鬼离体，即马这只鬼已经入来啊，未来日子我想着着烦恼。即马都有另外一只鬼伫你的身躯边，只是你唔知影尔。文婷，你来唔啉？袂用得啦，我连咪过来塞车咧。那安尼阴暗，你都卖登记。留来陪我饮酒讲心事。姐，敢无你袂记得啊？咱两个人的头一遍，都是因为我酒后乱性。我是今日连咪，咱弟弟袂记了后，佮加上酒精作怪，我今日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又会欺负你。其实。咱拢已经要结婚啊，翁对某想要做出男欢女爱的代志，这嘛是天公地道，这无叫做欺负，对不？姐，我感觉我家己真幸运，伫个我失去家己，失去我厝内面的人的时阵，我面对我人生上困难的关卡，我去拄着你。尤其是你关于陪我回去的下岗，处理阮家的人的后事，我毋但是感动，我生活来对你充满感激。其实迄个时阵，我无想遮尼济，我真同情你，我嘛想袂到了后咱会发展到安尼，本来。我无想讲这么紧要嫁予你，结果彼暗在一间汽车旅馆，习惯秘鲁决定咱的未来。你是讲真实的，我到今嘛心肝搁在怀疑，习惯秘鲁一定有问题。我的心情完全跟你无同款，我对习惯秘鲁。充满感激。
若是无伊关闭你，你袂完完全全属于我的。你若无，你条件遐尼好，未来一定有真侪人要甲我相抢。你今仔唱袂过别人，文婷，其实你唔免烦恼，因为我对感情一定会真死忠。只要我认定你，我一世人。 拢会对你全心全意。你永远袂后悔，永远袂后悔。因为你是我家己选择的，而且我嘛真有信心，你嘛会全心全意对待我，永远袂后悔，对无？姐，已经真晚，我应该要来走啊。要若无，连爸母知影我伫你的房间内底。 会对我产生误会。你放心啦，今日无闲一天，大家拢忝嘛。你天光才走，我保证无人会知影。文婷，你老老的陪我，我唔敢离走。 我当然唔敢离开你的身躯边。 我一直到即马，还阁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每一遍我甲你做伙，我拢认为我咧做梦，这毋是真实的。这是真实的，你看我清楚，我即马都实实在在，伫你的身躯边，而且完完全全属于你。 姐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该，虽然明仔载就要出院啊。 阿哥，我心肝内就唔甘要离开这。安怎讲？虽然我当下这段时间有真侪烦心代志来搅扰咱，阿哥除了这以外，你一直陪伴伫我身躯边，但随时单情说爱。手内嘛讲过啊，单情说爱无一定爱伫病院内底啊。阿哥，我出院了，你都要回去咪去身躯边上班啊？ 我家己伫厝里遐空开工，我都开始啊处理工课上的代志。我看煞来，要参照即马安尼，甜甜蜜蜜的机会，可能袂少。两句话咧讲，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等下个少年，少年人本来都应该专心专意，拍拼事业吧。只要 你的心肝内有我，我的心肝内有你，有当写一通电话，一句简单的关心甲问候，安尼都够啊。当然无够，我甘愿我受的伤搁较重一点啊。我唔准你胡白乱讲。你敢知影？自从你受伤住院，我到即摆也过咧自省。开医。 这有什么好自责的？你看我不是好啊，我明仔载要出院了呢。表面上你的伤是好啊，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想着，你是阿爸甲阿母的故乡，若是讲真正因为这个你救我来受伤，影响到你的生育能力，以后拢袂用的生囡仔，偏偏来我巴肚内底。 如果是查甫，我就感觉我家己实在是罪过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阿伯阿母，阿舅阿妈。凯，你又过来啊？
我对我家己身体的状况，我真清楚。虽然我受过伤，不过我的生理状况我非常了解，而且我打破迷信，只要我能找到对的人，我若要生一个后生，我阁要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给阿妈看。嘉义，咱联手来打破这个迷信，替阿婆阿妈自认为半生一块招牌，好不好？你爱我，也做跟你联手。该，你坐落。我拄才讲过，只要我找到对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你，本该。你该，请你原谅我。不方便归路来向你求婚，我嘛无准备花甲手指。阿哥莎士比亚捌讲过，伊讲爱情唔是用目睭看，是用心灵去看待。我受伤住院的这段时间，我真多真感谢搞弄受伤的人。虽然我受的是皮肉伤，阿哥你的心理状况煞完全好。而且这几天，咱爱情的进展，紧看我家己拢错一条，好亲像咱两个互相爱对方，已经真亲真久啊。志忠，我真正是做梦都想袂到，当初我这么怨恨的人。今日我竟然会去爱着伊，而且愈来愈唔甘离开伊的身躯边。志忠，我真正就想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拢甲伊念条条，你知影无？其实我的心过来，冇甲你同款的想法。你想要倒车，开车把你弄受伤迄个人，我要倒车的是黄志良。你要感谢志良。我要倒车伊当初设计你，我要倒车伊当初抓唔着人，把我抓去你的身躯边。虽然讲迄个时阵这件代志对我来讲，真正是一个生不如死的恶霸。阿哥，即马乌巴拢过去啊！我感觉一张上水的梦，就伫我面头前咧等我。志忠，我爱你。在美国读书的时阵，我捌读过一个谚语：你会用用这方法得到爱情，啊，不过你若是要保存这个爱情，都要靠你的耐心加智慧。我相信我黄志忠绝对有这个耐心，也绝对有真好的智慧来保存。我对本家的爱情，你对我这个信心吗？我讲过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一个有才情、有勇气的查甫人，黄志忠。
嘉怡，我曾爱一个人，爱用全部的性命去完成对对方一世人的约束。永安，我唔之中决定用我全部的性命去完成对彭嘉怡一世人的约束。彭嘉怡。 嘉怡这么幸运，会当到亲像你这么好的查甫人，我哪有可能无怀疑？志忠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跟你同款，用我全部的性命对你完成。 你爱我一世人，还是十世人？这敢需要我问？我唔管，我想要听。当然会啊。志涵，你困了没？ 我早就已经记恨死我，好啊，拢点点，差清清的，我去客厅等你。看你话，讲话唔着较细声，啊那无会去吵到客厅。吴文强。 你竟然敢来阮厝内对志涵做出这款代志啊！阿伯，你今仔若是无阿姐交代，你就免想要走出这个房间。炳春，爸，是我跟你怀疑的啦。炳春，你莫冲动啦！什么代志这么差啊？安娜，这么你的代志，你莫进来。我廖振刚是发生什么代志嘞？ 原来会啊，有人替我们冰村行动崩啊！冰村啊，啊，咱是有票袂用上车，啊，人是无票，煞甲车顶占掉掉，我感觉呢真无公平呢。林安啊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无欢迎你入来，请你莫冲出去。志涵，你啊少年体力真好，三毛实在足欣赏你的呢。啊，对啦。
啊，你的防护措施刚好做好。林安娜，好，连老狗都点点啦。安娜，你先出去。林安娜，我叫你出去，你无听着，是不是？我叫我一面，你再怀疑啊？那么出来去啦。喂，这个黄文婷啊，我好啊啦。你来我应该三千千的，我伫楼下等你啦，行啦，行啦。我才无亲像有个人这么没见识，先斩后奏，然后才逼人带伊入门。三妈，伊下报道讲，有先前三个月查某人，上好是莫甲人西共房，啊，若无会去影响到胎儿的健康，甚至造成流产呢。黄志涵，原来你叫我一声三妈，敢那是叫好耍的尔。那呢，我就要让你知影，敢喊我呛声，敢教我用手段的人。是要付出什么款的代价？阿伯、阿母，这件代志拢是我一个人唔对，要怪要骂，请恁针对我，千万唔通为难志涵。我当然嘛知影应该爱针对你，志涵伊个细汉，什么代志拢唔捌，若唔是你诱拐，伊哪有可能做出这款袂见价的代志？文婷，多谢你维护我，啊，不过我必须要实话实讲，爸妈，囡仔，开始是我主动要求文婷留落来陪我。本来我的想法真单纯，就是两个人伫房间内底，啉烧酒讲心事，想袂到，讲一寡甜言蜜语以后。吴志涵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翁美华自然上带你骄傲的就是对家己两个孩子的教养，所以拄才看到恁安尼，我实在是不敢相信。我一手教出来查某囝，竟然这么随便着。卡姐，美华，你若总算知影吼，志涵甲志忠拢是互你想歹去啦。奶奶，这么晚，你搁去街头卡姐要创啥？美华姐，除非你认为讲，哎呀，志涵和文婷所发生的代志，敢那是小代志，那恁我都无话讲。要若无，我是认为。和卡匠这位一家之主知影，并无什么唔对啊。阿妈，应该做唔对代志人是我，你骂骂，骂我就好啊，千万唔通怪我妈妈，因为那是为着我，连累我妈妈受罪，我也真唔甘。志涵，既然知影是家己做唔对代志，而且犯的阁是遐尼严重的错误。那呢？即马卡匠已经亲身出面啦，你是不是应该先归来认掉，然后再搁讲啊？阿妈，歹势，我知我唔对啊，请你原谅。阿妈，真正做唔对代志，人是我，请你教是我就好。这款代志吼，是钱无两个博袂单的啦。做恁放心，卡匠绝对会好好给恁修理。
志涵啊，咱五家嘛算讲名门贵族，你嘛是堂堂千金大小姐。阿妈定定强调，礼义廉耻，这世事拢袂记啊心啦。阿妈，我无袂记你，我今日是一时糊涂。志涵啊，唔是我这个做三妈爱骂你啦。你敢知影对一个查囡仔上吊是啥？当然是家己的命苦，还佫有家己清白对无？你今日竟然做出遐尼啊唔知廉耻的代志！啊，这话若传出去，你叫咱黄家每一个人面子是要放伊倒啊！你这款行为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否则下死下情！安娜，囡仔做唔对代志，伊嘛已经知影唔对，即嘛已经人跪伫个师大面头前认错啊！你感觉阁有需要伫个边仔遐查体会道歉？拄只你骂我个查某囝，下死下情，骂伊唔知影廉耻，哪会照问个？既然你甲平春伫个外口所做诶，迄又阁应该叫做啥？所以请你毋免伫遐鼓笑鼻无尾啊，好无？丽华，啊你教是囡仔就教是囡仔，莫牵拖对我遮来，好无？卡姐，这件代志，我是认为讲，既然已经亲密煮正饭啊，阁骂因、责备因，嘛是无采工啊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赶紧互因两个人结婚。恁两个是囡仔的爸阿母啊，这件代志哦，都予恁两个家己决定就好啊。文婷，我即摆你赶紧甲志涵结婚，你有啥物意见？阿妈、阿伯、阿姨，我真感谢大家，肯原谅我对志涵所做唔对的代志，我当然非常愿意马上甲志涵结婚。而且我伫恁四位是大人面头前保证，我娶志涵了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伊，请你大家放心。唉，十个查甫人哦，伫这款情形下，十个拢安尼讲啊。本地不是安尼讲，你希望伊安怎讲，才合你的意。好啊，这件代志就安尼决定，恁两个起来。你起来休困，免麻烦你啦。卡强辛苦逼，今晚我咧输好。卡强，我扶你起。文婷，你也唔肯离开唔？阿伯，是的，我先告辞啊。我送你。你讲你主席要买超百百岁，还佫有超联保险？无唔对，阮出价400亿，因答应要等去考虑，真紧就会阮答复。400亿呢？我敢有听唔对啊？就算阿英集团搁较有钱，伊嘛无可能遮尔大方啊！搁再讲啊，任何一间大企业，你要叫伊把钱为金库搬出来，我看伊会算到比菜市有把桑搁较精啦。因为阮讲大方开发，已经出价350亿。你一定是甲阮主席讲，阮这边愿意付350亿，所以若是想要买。介绍就要为350亿开始起跳，对？无唔对，心里，你用个举一反三，真无简单。志良，你平常时拢这么苦，要听你讲一声好听话，真正是比谈要好听的时阵去听单位声，搁较困难的。啊，不过，阮爹地若是敢若愿意付250亿，黄主席敢会这么说？伊凊彩问就知啊。所以。我想要请你跟我斗三工，配合你讲一个白菜话中，你看我搁举一反三啊、哦！
心里，你若想要跟我斗三工，代志成功了后，commission，我保证一定会比行情价搁较悬。我才无稀罕什么commission嘞，啊，不过我当然希望你能卖有一个好的介绍，因为你若是愈有钱，阮爹地就看你愈顺眼。所以 ，no problem， 我办代志，你放心。昨昏间餐厅的物件哦，真好食呢。林刚哦，我搁要去吃。干嘛？哎呦，志良哥哥，啊你这死人，啊你最近死到倒位去啦？你敢知影？人想你哦，想到面哦，尿痕拢走走出来呢。你望看麦。你是倒位出来，伊向人娘娘腔啊！请你莫对阮男朋友起脚头酒，请你离伊较远的。哎呦，王志伟姐姐啊，你那这尔歹哈！志良哥哥，你那介一个生遐尔歹，好爸母斗阵，敢讲伊会比我这个温柔佮体贴的小白兔佮较好？志良啊，伊到底是甚物人？你佮伊到底是甚物关系啊？我刚想要问你是什么人呢？我讲志良哥哥，你甲一个生啊未输敢那查甫人的查甫人斗阵，敢讲也比我这个正港的查甫人更加会当挽救你。邱建明，君生就是有限度，你已经闹了有够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吴志良，其实我真清楚，你身躯边这位好爸母。就是大方开发的千金大小姐，大方开发，我嘛真熟呢。以后我若是无代志，我会甲朋友定去找这李小姐开讲。周建明，我再讲一遍，请你离开。我希望你唔通逼我讲第三遍。哦，姐姐，你看，伊就是这表情哦，哦，上酷上迷人啊。周建明。轻轻将我归的人，营业的窗，这久无开窗。那日顶头日子要到我，我甲等也会。时间停在你走的彼天，手表的针这久无叮当，不知不觉青春要过啊，我甲等甘愿。度过冬，甜蜜的纪念，拖到沙淡淡，向天来仰望。已经白头。